Dog 是今天的时间是七分钟，然后刚刚那个彭博士只用了五分钟，所以他还在时间之内。其实我们是说好，那个如果在七分钟之内你没有下来的话，我们要罚你线。可是因为像彭博士他刚才不用罚线，那我们就是说，那你就把这一罐干掉。先请问六分钟要开瓶。好，六分钟先开瓶。好好，我们会让你有心理准备，我们会开瓶。现在开机吗？好，我们怎么突然就拿到开瓶器了？好，那个我们等一下就六分钟，已经开始接了，放心。好，在他还在森林的时候，我们要来介绍一下他的题目，叫 CCON 的第三年。已经在他森林的时候，已经过去了20秒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CCON 学生计算机年会2015的总招嘛，然后。那其实这场Nice Dog应该是我们的工商服务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 CCON 的缘起就是我们今年2015年是要办第三届的学生年会这样子，然后那我们的缘起其实是就是我们一群学生在 Cost Club 2012是当常务组的志工，那我们心里面就觉得说，在台上都是大神啊，然后我们其实自己也有做一些 open source 的 project， 那。因为台上都是大神，所以就大家都不太敢投稿这样。那我们就心里面大家都在想说，那我们干脆来办一个类似 CostCom 的年会，然后但是以学生为主体的一个年会这样子。那我们的目标其实就是由学生主办，由学生演讲，由学生聆听的一个资讯研讨会。那我们也是支持 Open Source 的精神，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像我自己是学生，在学校里面的资讯技术方面的交流其实会不太容易，所以在 CCON 这边的话，我们就会有提供很多的活动，然后来促进在学生时代的这个资讯交流。那我们目前是台湾最大的学生资讯社群。那我们 CCON 的第一届是在2013年是在台科大，那人数大概只有250人，但是那时候非常感谢一些单位提供协助这样子，然后就是一些像我们现在蛮奇怪，就是我们一刚开始是办年会，然后我们就在想说，那除了办年会之外，还可以做一些什么？所以就可能就来个办个，像这是那个开源之道，就是我们有总共有两个系列，然后第一个系列是叫做 promoter， 就是我们要告诉大家说，在 open source 这个领域呢，那到底要怎么踏入？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系列，就是在讲，就是在 open source 这个领域，比如说我们教 Git 之类的技术，对。那这个就是我们跟一些学校的社团合作，因为学校社团可以提供我们场地，然后我们这边可以提供讲师，然后来做一个合作，这样做个交流。然后这个是2014年的年会在那个中央研究院的人文馆，然后参与人数大概是600人。那其他活动的部分就是除了每年3月的年会之外，然后还有冬令营、夏令营，然后还有黑客松，就是偶尔办一下黑客松。那我们黑客松主要的主题就是因为在学校的资讯系统有些都很老旧，那当然在学校学生就会想说，那我来配学校哈，所以我们的黑客松主要就是要做一些在学校里面的工具之类的，那还有工作坊，那还有定期剧的部分就是。在学校跟学校社团合作有场地这样子，那在台湾各地就有举办地景区，每两个礼拜一次这样。那我们2015年的 CCON 是在3月7号，就是在下个月，然后一样在人文馆。那我们比较特别的是，因为是学生年会，所以我们有学生保留票，就是我们可以保证让现场大部分的参加者都是学生。然后今年的年会主题是 The True Hacker， 就是在讲骇客精神。因为在资讯领域里面，一刚开始的时候，对学生的入门，那他们会觉得说，那我到了资工系里面，到底要干嘛呢？那所以今年年会就是很入门的，告诉大家到底什么是骇客精神，什么是 Open Source 的方法，
然后还有就是还有一些像讲师的话，就是我们就是由学生来投稿，那他们在学校有做一些比较有趣的，不管是 project 啊，或是说他的专题之类的，对，那他来投稿，他来分享他在学校做的事情，对，然后我们当然也征求赞助，因为对于学生来说呢，就是我们希望降低门槛，所以我们的年会都是免费的这样，那也非常欢迎企业来赞助，然后可以跟这个 email 联络。那我们今年也有个人赞助，那非常感谢，就是开放文化基金会这边有提供我们协助这样子。好，那大概是这样，所以我要干掉吗？你想要干吗？可以啊。既然有那个，不是，那个其实你应该要回到上一个投影片啊。那个他的，我知道他其实上来讲是他要赞助啊，大家记得那个赞助一下。哎，那个康泰快点。对，大家赶快记得，他其实是上来没有？哎，既然所以要喝一杯，要跟那个希望拉豆豆这样子，不是这样吗？祭品、啊、你自己决定啊，行，啊，是哦，你不喜欢好慢一点吗？好了，没有，这是他的，好，那你感谢帽子，好，不要动他了。那个